妹说好多了，她说好多了，才看你三次就好多了。She has tremor, hand tremor. She's only been here 3 times and she says she improved a lot.我现在要去那里上课。痛吗？不痛哎、欸，不痛。哎、啊，你针血管？针血管？针有之前有针灸过。哦哦哦，那、啊、你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本来多久开始有什么症状那样？我给你录一下给他们看看。那、啊、你来治疗多久这样子？嗯。第一次来就是想说，不是这样子就好了吗？对，第一次不知道怎么讲。你所以你就是刚开始是手会抖就对了。对。啊，然后你就去看了很多医师，你说哈？就是看了很多医师，都说只有吃药控制而已。是西药吗？还是吃中药？两个都有。都有哈。对。那人家给你介绍来给廖医师这里是吗？嘿，对。哦，所以你来了几次？来了三次。三次针灸完了，然后还有给你服科学中药吗？嗯，还是草药，就是像水药、水药那种。哦，没有，那只有西药粉啊。就是药粉哦。啊，然后你就说有好了很多，是不是？对。那现在就不抖了吗？也是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哦。好，谢谢你。